Hello，这个蛋糕看着是不是非常眼熟？但是它不是某妈妈家的，是我从网上买的另外一家，叫某师傅。就给你们测评一下吧。我本来是想就直接吃的，但是我看到它我忍不住。就是如果说你们想买，如果要在这两家选择的话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外观，看到了吗？就非常的日常啊，跟我做的没有什么区别。再就是来说一下这个酱，就是肉眼可见的就这一点点。很少，就是甜度非常的高，非常非常的高。如果说你们想买的话，我还没吃它啊，我建议你们是某妈妈赢了。切开其实也是三层，这底下这蛋糕盆超级超级甜呢。他俩家的酱用的是同一种。奶油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感觉妈妈家的要更精致一点，酱的含量要更高一点。同样的价格的话，我还是推荐你们买妈妈家的。这个真的是要更甜更腻的，味道上来相比的话，妈妈家的巧克力味道很浓郁，然后不是那种齁咸齁咸，这个我觉得不能吃甜的人肯定会被它齁到。我这个是因为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所以我敢说实话，我觉得吃完它，我一定要去整点辣的吃一吃，好腻呀！我现在真的不能吃甜，不能吃腻的，拔草吧，就到这儿吧，散会。